来身形几乎维持到连一寸的差异都不会太大，我想知道这个秘诀到底在哪里，怎么去维持到这么的好啊？其实呢，我的生活当中有两把尺，那第一把尺就是可能是大家看我的尺，或者是我的造型师帮我量身的尺，就告诉我说，哎，我正确的腰围，正确的其他的一些指数大概是多少，那如何的去注意自己的身材。那另外一把尺呢，我觉得就是所谓羞耻的尺。哇，很严重，羞耻的尺。因为其实就是你要站在舞台上面，或者是你可能要扮演其他的角色，其实你需要演什么像什么。而且我觉得以你我自己的身份，其实是大家有的时候是大家的一个指标，所以你可能自己要表现得再更好一点，然后对自己要求再更高一点。尤其是像我觉得我对饮食是非常有执着的一个人，对，那我不会因为说我要瘦一点，或者是好像要达到某一些效果然后不吃饭，所以我一定会是吃得很健康，然后吃得很均衡，然后让自己在外形上看起来依然消瘦，然后依然健康。残酷大考验，健康大使有没有很健康？像我一看我就觉得你不但腰围绝对标准，而且应该小很多。来，我们来同步的考核一下下，这个数字是，来，我们请副署长帮我们，可以讲吧，可以讲吧，69.9，好不好？好小哦，女生是要80以内，对不对？所以69，哇，其实真的很小的腰围是很健康的，果然维持得非常好。我觉得每个女生好像应该都会有一条自己的裤子，像我今天穿的这件牛仔裤是我这个9年前买的。哇，对，9年前拍戏的时候穿的裤子，九年前就是真的汉子那个时候。我还记得这条裤子在那个高雄的六合夜市买的，那时候就是很瘦，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在打仗啊、打架啊、攻坚啊，就是很辛苦的戏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蛮不胖的，所以还留着，想昨天就看一下，那就穿这件吧，对，就表示说好像似乎跟9年前不差不多。虽然不知道有没有，就是因为洗一洗变松，但是我觉得它变得是一个，就是你穿上去的时候就哇，9年前我穿这一条，就变得是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告诉你说，好吧，你没有改变。